OK。来一个，还了，他给砸了一把，对呀、啊，他在现场。OK。啊，拿一次外卖傻一天，超远。要下雨了，赶紧回去。超远。这拿外卖需要一个小电炉，我个人就。OK。现在在等待，他们在拍上一场，他们在走场，下两场就到了。黑黑漆漆的休息室，今晚应该熬个大夜，还好有个坐骑。现在是晚上11:30，干个蛋黄酥。不是你的，给我的。我还在玻璃。我成长了，我一个人摸黑去厕所，我听着发电机的声音回来的。抖音。